原标题：亮剑李云龙要五十箱手榴弹，为何后勤部长张万和只给他20箱？众所周知，在亮剑中，李云龙这个人除了很会打仗之外，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优点，就是脸皮特别厚，绝对不会让自己吃亏。孔杰曾经也对李云龙做出过评价，李云龙这个人一向是多吃多占，谁都拿他没有办法。比如李云龙被撤掉新一团团长之后，就去被服厂当过几天厂长。当接到上任独立团团长的命令之后，李云龙二话不说就装走了200套军装。按照流程，被服厂厂长只有生产的权利，没有分配权，而分配权掌握在后勤部长手中。李云龙要想拿走这200套军装，是需要后勤部长张万和的批条的，结果李云龙招呼都没打，直接就拿走了。为了这事，张万和还一直耿耿于怀。然而没过多久，李云龙这个厚脸皮还真就主动到后勤部去了。一见面，张万和就向李云龙讨要军装，结果李云龙故意忘得一干二净，然后转移话题，一张口就要50箱手榴弹，真不知道他是如何开得了口的。最终张万和干不过李云龙，答应给他20箱手榴弹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李云龙要50箱手榴弹，为何后勤部长张万和只给他20箱呢？首先，李云龙这个人很有商人头脑，故意先抬价。其实他已经料到张万和最多只会给他20箱左右，或者说他本来就只打算要20箱，但是为了怕张万和压价，所以他才先要50箱。如果李云龙一开口就真的只要20箱手榴弹，说不定张万和最后只给他5箱。其次，部队弹药本来就不富裕，而且兵工厂的产量有限，50箱手榴弹可是一笔不小的军备，估计能够装备2个团。如果全给了李云龙，那么别的团自然也就分得少了。万一以后让有心之人抓住了把柄，说他张万和分配不均，那么他这个后勤部长也就干不下去了。所以为了公平起见，就只能给他20箱。最后说不定张万和1箱手榴弹都不想给李云龙，只是碍于和他是大别山的老乡，而且还是老战友，多少也要给他留点面子。另外，李云龙耍赖皮的功夫也是一流，要是不给他，说不定他就真的赖在后勤部不走了。还有独立团刚刚经历过一场战斗，虽然是惨败，但是弹药估计也消耗的差不多了，也需要给他们适当补充弹药，给50箱太多，20箱就刚刚好，细水长流吗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